是会当找到吼，方骗去的迄笔货，文斌就会当翻身啊。这道理大家拢嘛知影，问题是要去倒位找迄笔货？5000万的货呢？这毋是小可一间小公司就食会落的呢？阿伯，你哪能甲我看？玛丽啊，我袂落。你落来创啥？阿伯，你是安怎啦？主任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甲阮斗三工好。我是要甲你斗三工啥？文斌哦，向骗去迄笔货，真有可能甲陈美华有关系。你是陈美华公司的副总经理，你一定。你的意思是讲？李洪俊平是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叫伊先踮咧陈美华的公司调查。对啊，啊我较早哪会无想到？俊平，拜托你斗三工，拜托你斗三工，好不好？拜托你，拜托你好。哎呦，阿爸阿妈，哪去想到我啦？敢讲你唔知影？我真正上万分的人，就是江文斌啦。文斌确实对不起你，也不过即马除了你，无人会当救伊啊。准备，拜托，我拜托你啦，拜托啦，阿伯阿姆，你莫安尼好无？若叫我甲任何人斗相共，我拢无话讲。也不过江文斌，迄无可能啦。准备，我求你。我求你救阮文斌哦！你可怜阮两个老大人，救我的后生好无？拜托！我求你卖逼我好无？叫我甲江敏斗相共，我实在做袂到啊！我讲理由予恁听。第一，江敏，伊抢走我爱十年的女朋友。第二，伊害我心爱的人，还未结婚就有心啊！阿哥，伊是安怎对待刘耀？你嘛是有看到的啊！伊安尼一骗再骗，搁敢放肆，这所有代志，我的心就敢若有刀在割。我嘛是一个人的，是安怎我敢斗相共？你救我嘛无路用。你起来好不？阿伯，我救你了。阿伯，我救你了。阿伯，我救。俊平，你是一个有好的囡仔，可是是你的爸母救你，你敢忍心拒绝？阿妈，阿伯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你莫为难我好不？我嘛知影，陈美华毋是一个好人，也毋过江斌，伊会有今仔日，迄拢是会报应啊！这个文斌哦，实在是。起来啦！我一世人，我上衰就是拄到江文斌啦，因为伊，我一生的幸福拢无啊！我袂因为伊，搁惹出任何的麻烦。你莫搁逼我，我做袂到，做袂到啦！俊平，管理啊！管理啊！你莫搁强逼伊啊！俊平啊，文斌对你的伤害，我一个做老爸人，也无法度通来替伊弥补。我干那会当哦，来替伊来给你画死你啦！是的啦，你莫逼我，你莫逼我。
我承担不起，我承担不起啊！你答应啊？你是叫我去甲江敏斗相共的，我哪可能答应？嗯，安尼就有巧啦。我原来会惊呢，我惊我迄两个老人跪咧求你吼，你心里头拢得答应伊啊你。妈，刚刚你嘛认为我无应该答应？当然嘛是无应该。你想看哦，江文斌是何等人物？哎，伊抢你的爱人，互你娶袂到女婿，怎会用答应伊啦？妈，要唔过，迄江阿伯甲阿母嘛，看起来足可怜的呢。什么你可怜？我可怜啦！可是你若出代志，恁爸阿母会更加可怜啦。江文斌捌害你，莫讲这温温暖暖，我嘛捌你去冒险。好啦，我知影啦，我袂为着江文斌啊去做戆代志。安尼才是我的好后生。老爷，啊你叫医生看，医生讲安怎？无代志啦，我身体啊勇敢敢只牛嘞。那有啥物代志啦？嗯，无代志。你若讲你身体无爽快，我有提药啊啦，食了就好啊啦，放心啦。我知我知，这就是身边是女玉。哎，妈，莫讲啊啦。哼，都莫讲，快点，哈。相信有丁世人这款代志，我相信。就参照我，我就是丁世人欠你这多，这世人来。不是，是我欠文斌，所以这世人才这么痛苦。要唔过，这所有的痛苦，拢是你家己找的。只要你把江斌放袂去。你就袂痛苦啊！我嘛想要甲伊放袂记哩，我嘛毋是毋捌试过啊，我无想要骗你。就算讲迄当阵，我答应要嫁予你的时阵，我心肝内嘛拢是不平。你，江斌，伊到底是予你食什么药啊？你是两明仔两明仔呢？我就想要跟你拍到精神啦！你拍，可是有法度将文斌放袂记，你要安怎我拢输在。也不过，你无可能把江斌放袂记对无？只，我只要想到文斌，我心肝就足疼，足疼。讲你爱江斌，爱甲这亲，这么亲，我嘛爱甲足艰苦，足艰苦。我知，我知，因为我嘛爱甲足亲，足痛苦。我是安怎爱你？俊平，
车要行来江滨。你真正会把陈美华害死！什么人？赶紧走！你什么人？蔡！我是公司副总经理，甲我放开！放开！副总经理，你这人来家创啥物啊？赶紧去卡电话给董事长。好，啊你行到来，放开！行！我是副总经理，甲放开！甲放开！甲放开！半暝交费存款门弄入来，红当场抓到。我有检查过啊，咱公司资料室的柜啊，嘛去互交费啊。陈美华，你去叫人家放开。那无，我就把你的秘密拢讲出来。你都袂讲啥，紧把这个查案来警察局啊！你干嘛？陈美华，是你对我无情啊！你莫怪我对你无义。江斌。我是来帮助你调查的，你让周春生骗去遐货，拢伫内底。你都袂讲啥，啊唔要紧的，把这查来去看。等下，江斌，你定的货，你应该足清楚，到底是不是你入去看嘛就知影。陈美华，伊想要设计陷害你啦，敢讲你无想要抓着证据，离开伊的控制。文斌，文斌，陈美华。你也是聪明哦，你要紧把我放开。无迪卡，我阁有当替你讲好话哦。走。这个花，果然是陈美华在变空。这查某心肝足戆戆的。文斌，你先听我解释啦，你莫误会。文斌，文斌。你即马有看的吼，这就是物证。你即马会当告陈美华诈欺，我出庭替你做人证。文斌，不是安尼啦，你莫相信。文斌，可能是你变唔对啊。我从来都无看过这个花。顺平，你走来仓库这，是不是有苦衷？你讲出来，我会当斗参加。也毋过拜托你，莫把我牵拖落去。江文斌，你不是人啦！吴俊平，你半暝走来仓库，互咱当场抓着，你阁有啥物话头好讲？你带阮去坐家啦，送阮去派出所。江斌，江斌，你竟然出不去，我无应该来斗三工啦。他出不去啦。江斌，江斌。文斌啊，咱卖插你，咱来等。我订的货，谁拿在你的仓库内底？你想哪要安尼做？想哪要害我？你已经提出一笔货啊！我问你，你想哪要害我？敢讲你想袂晓是？我所做一切，拢是因为我爱你啊！我想要得到你啊！你安尼叫做爱是无？你害我两根线提，害我欠人一大堆的债务。你想哪要安尼做？
你安尼做，就是为了要控制我，对无？嗯，这一切拢是我设计的。但美华，你这款爱的方式，太过可怕。我若无安尼做，谁哪会当为秋花身躯边甲你抢过来？你安尼做，一定阁有其他目的。对啊，我希望哦，你永远伫我身躯边，永远属于我的。但美华，我恨你，我恨你。你若是恨我，拄仔伫尹素萍面头前，你是安怎要甲我斗相共？我替你回答，万一我的失败，同款，我嘛互你阁徛起来啊！你即摆是当孙的，以后一世人食穿，拢免烦恼啊！你嘛比以前搁较轻，敢毋是？我互你的财产哦，甲你小叔的委屈比起来，同款嘛是足有价值的，你讲对无？好啦，假使讲我讲遮尔多，你同款硬生气，那安尼咱来去啊！要去倒位？去警察局，去自首嘛！去甲警察讲哦，这所有一切拢是我设计，是我陷害你的啊！叫警察哦，甲尹志明放出来，把我关进去。我公司的股份，就让底下的董事吃去，连你哦，就莫想讲去做董事啦。安怎？那安尼哦，才有巧。你无愿意我去自首，我为今日开始过去的代志，咱都莫搁提起啊。我袂看你有下改变，我希望你逐天拢真快乐。顿平讲你无唔对，我是有过袂去。妈，我就忝啊，我要等去睏啊啦。啊，你是体睏无饱是？正平啊，人俗语咧讲哦，生不如官府，死不如地公。咱娘家世世代代，哪个拢清清白白的？啊，你叫人家去管，你是要甲气死是？甲关心？我嘛是清清白白啊，我是互江炳行害，我才互人管的啦。啊，讲我清白，好你啊去警察局管我清白。我无做贼啦，我无做贼啦。我是何江敏航海，你听无下啦？你都明明答应我，讲你唔该跟我们斗三工，是安怎又偷拿走一只哦？我嘛不是为了江敏啊，要不你是为了啥？我本来这就是江敏家的代志，你是为了啥？为了啥？我是为了陆游啦。你为着陆游，你讲对伊无情无义，你为着伊去救江文斌，结果嘞，江文斌害你那个全家，你知无？你有教过，有教过？妈，我爱陆游，陆游爱文斌啊，我要替陆游去救文斌啊！春平，妈，是你叫陆游来啊？啊！我着惊讲家己一个人保你保袂出来，加叫一个人斗三工啊！俊明，你来遮讲啊？无唔对，我的后事就是遮尼讲，伊为着你，减了江文斌还敢去坐驾啊？好啊，妈，莫搁讲啊！你对我讲的话，我拢有听着，我知影是文斌见死不救。无唔对，阮俊明是好心要来文斌斗三工去调查的。谁知啊，让伊当作贼抓起来。即摆吼，只个人文斌，伊若开嘴讲一声，阮俊明都无做。啊，不过伊唔紧，伊跳一个，要害伊坐监的啦，真有够无良心，足可恶。文斌的这样无良心，我早就知影伊无良心。你早都知，谁跟他斗三工？我无跟他斗三工。我对不起陆游，陆游，陆游，你才是我来跟陆游一个人尔，你今日做，等你去看，等你的爸爸心。我妈，莫搁直接讲好无？我
我唔惊陈美华啦，我有法度对付伊啦。咱先两个再讲。陆玉啊，阮准备为着你已经委屈真多啊，我拜托你，你莫阁拖累伊好。妈，这关陆玉有啥物代志啦？你想我欢喜甘愿的呢？ 尤俊平，你即摆心情我会当了解，就敢那亲像林家碧共款，有一点苦，搁带一点仔酸，对无？你变态！你介意看人食苦受罪啊？你嘛爱看啥物人啊？有人食苦受罪，我介意看。有个人我会心疼。即摆我嘛变成你的原受人，你一定要逼我去死家教？ 我是想吼，咱两个是徛共一边的啦，谁叫你心宽背哇？这嘛袂用怪我。我实在是想过，既然你这样爱江文斌，这样想要嫁，是安怎？你搁要害伊嘞？你用光明正大的手段去得到伊，敢袂影响？光明正大？你有看过鸟鸟鸟翅无？倒一只鸟，毋是偷偷挖过，但是我甲教咯。 你实在足可怕，你甲人生当作啥？敢讲伫你心肝内，一点仔爱拢无了。哼，爱，我从来就毋捌得到过。我哪知爱是啥物滋味嘞？既然我毋知爱是啥物滋味，你叫我是要哪去爱人？好，我无想要甲你讲遐济。 我今仔日找你来，是另外有代志。你是想讲叫我放你煞，莫顾你对无？无毋对。那恁伫讲啊，你凭啥物？你叫我放你煞？我知影，即马无论是用朋友感情、同事感情，抑是任何感情，你拢无可能放我煞。也毋过，你计有心的代志。 也是无希望，互任何人知影着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替小故事，我是同款会替你保守秘密。你伫笑啥？我伫笑你讲，笑你呆啦。你想讲，你同款是一个秘密是？ 就算讲当初时，我是假有心，啊，毋过你有想过无？我甲文斌斗阵遮尔久啊，敢讲我袂用真实话呢？就算讲你即摆拆破，嘛无要紧啊，我甲你讲啦，文斌，我无法度离开我。你，尹俊平，你毋但无够巧，而且你无够雄，无够毒啦，想要甲我比，搁早呢。 陈美华，江公，你另外逼我去死啊！你若是好追求我吼，我计较我会看你可怜，放你一条生路啦。啊，不过你是恐吓我呢，我是真软，唔像你啦。佫有一件代志提醒你，后边抓到人秘密的时阵，要较紧哦，唔通等到过时，才来后悔。 俊平，俊平啊！是你啊！吃饭未？俊平发生遐尼大个代志，国民人心情怎？我嘛因啊，就是今日烦恼到袂食袂困，所以才叫我送物件来互你食。我真正食袂落啦，阿母。 爸爸妈妈已经替俊明去找律师啊，来解决这场官司啊。真歹势，都可能爸爸妈妈安尼在灰心。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身体还够好，莫有俊明加烦恼的。来，食一寡。啊，俊明嘞？我咪去找陈美华解决代志。
遐尼久啊，那结果安怎？唔知，还袂倒转，我足烦恼的。陆瑶，你甲我讲，陈美华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查某人？那我都甲恁大家拢安如何说？我嘛唔知要安怎讲伊。俊平，俊平，安怎？你甲陈美华姑娘安怎？有结果无？你真是坚持要告你死。伊这啊，伊后摆惯势啊，无人敢反背。即摆煞拄着我这唔惊死的，敢行的底盘，伊就这么简单就帮我煞。因为安尼，你们真是会去坐卡。妈，真的是的啦，害你为着我的代志烦恼。阿姆，我拄出门时阵，文斌爸爸讲要去找文斌，叫文斌出来作证。我相信阿伯来出面，文斌会听伊的啦，哈。我真唔敢安尼想的，江文斌啊，你若真正想要甲我斗相共，伊迄个时阵就会出面啦，唔免等甲阿伯去找伊啦。搁较安怎讲，是爸仔囝嘛，而且。文斌嘛，知影你是为着伊才出代志，伊应该袂遮尔毋知好歹。希望是安尼啦，文斌啊，我这个做老爸人，会使求你替我做一件代志无？好啦，你讲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甲俊平斗相共。你站出来替俊平证明，讲伊毋是罪贼啊，来拆破陈美华的阴谋，安尼才袂害俊平去用掠去关啦。李司令，我袂用的。你是安怎袂用的？俊平完全是为着你呢，伊才会三更半暝替你走去仓库去调查，所以才会发生这个代志。敢讲你真是目睭金金，要看俊平用掠去关是？伊即摆是做贼啦，陈美华要告伊，我无立场替伊讲话啊。你哪会无立场？俊平为着你，伊去抓着陈美华要陷害你的证据，你会用利用这点去甲伊条件交换，叫伊放俊平刷？啊，若无你就去告伊啊。袂用的，袂用的，我绝对袂用告伊。你是安怎袂用去告伊？敢讲你真是心甘情愿要让伊陷害，一点仔都无想要挽回你的面子是毋？那是挽回我的面子，我会失去搁较侪，我袂。你，爸，你嘛知影，我是为了什么才会这么委屈，甲美华做伙？无唔对，我是站出来，俊平就会无代志；要唔过俊平无代志，美华就会有代志，我的婚礼就会取消。我甲美华若袂当结婚，我的前途都无希望啊！文斌啊，做人唔通太过自私，干那顾着你家己啦。俊平伊甲咱感觉温暖一点仔关系都无，那是阿爸去救伊，拜托伊替你去调查，今仔日才会发生这个代志啊！啊，伊若是去用掠去关哦，阿爸一世人哦，良心也袂当过啦。阿爸，拜托你卖逼我好无？我就得要成功啊！我袂当忍心，我袂当放弃啦。我也是同款迄句话啦。一个人过一个平平凡凡的日子，有啥物唔好？啊，上起码啦，日子过得平平静静，心肝头过得平平安安啦。若是甲迄个大白总驶好车的人，啊，若是一世人哦，良心拢咧不安的人比起来，难好济咧啦。我甲你的想法无同款啦，我已经失败过。这款滋味太过痛苦啊！我无想要一世人拢过这款日子。假使若是安尼，我甘愿死。你，俊平若是去用抓去关，伊就会有前科。这对伊一世人的影响是真大。你敢会忍心？当我有代条的时阵，我会补偿伊。唔是每一个人拢甲你同款啦，为着钱无要顾面子。有的人是将民主看得比家己的性命更加重要，你知唔？爸，
你若无其他代志，我先来走。稍等。好啦，杜主公，你无想要甲美华避免，你也无爱替俊平解围。上起码，你嘛都要去考卷美华，叫伊撤销告诉我。文斌，爸，我无可能答应你啦。是安怎？安尼陈美华就无代志，俊平也毋免去食官司，这安尼敢毋是两全其美的方法？即马陈美华当伫考验我的重心，参像这个时阵，除非伊家己愿意撤销告诉，也若无我无可能冒险做任何代志，让伊怀疑我的重心啦。你安尼也袂用，安尼也袂用的，你真是无要顾俊平，你还佫有良心啊无？你会当较细声哩无啦？较细声。你咧惊啥？你敢是为着你家己，都无要顾义气，无要顾廉耻？我为着家己，保护家己，都为你唔对啊！好啊啦，你拢无唔对啦，唔对拢是别人啦，别人无应该予伤好心啦，无应该伤过善良啦，伤善良、伤好心的人，拢爱予雷击啦。好啊啦，恁家下淡仔怪怪怪，好啦，互恁怪我。总有一天，我重新站起，我成功啊！到迄个时阵，恁就会知影我的苦心啦。你怕我？我甲你爸这个是替俊平爸的啦，爸你哦稳重守报。我甲你爸这个是替恁老母爸的，爸你不孝。你凭什么怕我？你无资格怕我。三十年前你敢做啥？就算我今麦做唔对啊，嘛比不过你所做的千分之一、万分之一。还有，你无饲过我，嘛无教过我，你凭什么三十年后来教死我？你无资格，你根本就无资格。也过，你也会记。虽然我甲你小人，你卖就是讲我甲你小人，你就当凊彩拍我，凊彩骂我。咱的关系都参像一座桥，打起去尔，地基也袂使。假使讲你要过去，就搞一个结果，就是一定会放弃。天哪，代志哪会变到安尼？是我囝教无好势，我对不起感觉的祖先。不是，你无，文斌骂了足对，是我无福气做老爸的责任啊。伊细汉的时阵照顾我，读书嘛照顾我。一直到大学毕业，都唔免我烦恼。后来出社会，这条路嘛足顺时，娶某、生囝，一切拢照人生的路在走。我到底哪位做唔对啊？怪你啊！你莫责备你家己啦。你无听人咧讲，生囝心是无法度生囝心，你莫一直怪你家己啊。这拢是陈美华的。伊害文斌变到这尼啊自私，拢是你。假使若不是你少年风流乌白来，今仔日嘛免发生这种代志。天公伯啊，什么人做唔对代志，你都报应伊的身上，你是安怎来要找文斌？你哪会要文斌爸爸？你哪一只？
创啥？你甲尴尬的温柔暖暖，我拢已经真清楚啊！叫你把文斌甲准斌煞。你啷讲啊？代志哦，到这个地步，我也无想讲，搁继续演给恁看，我嘛足忝的。阿母，你讲看卖啊？杨俊平啊，文斌，因两个平到一点，叫我帮因算。平华，你一直认为讲是江安强拆散你的家庭，严哥，你有想过无？江东平妈妈，伊都无拆散别人的家庭，我一个好好的家庭，去让伊破坏，家己一个人，带一个什么拢唔捌的囡仔，你敢知影迄种日子是要安怎过？只无两个半辈子，你袂用将所有的责任拢撒到阮家来啊！江南强伊毋知影计数，既有怪有红的人，迄是伊毋对。也毋过你妈妈咧，伊有红有囝，伊甘愿放杀红放杀囝去替人走，敢讲伊都无需要负一点仔责任？美华，你若要报，你绝对江南强，毋通去干大吧。文斌甲俊斌拢是无辜的啊，美华。杨俊斌有惊你，是家己戆啦，家己无才调，哪会怪我啦？那讲到文斌哦，有句话听伊讲，只无三寸水，就要跟你认错。伊的本性是安尼啦，要怪哦，也怪恁两个哦，无团好劲，哪会怪我？好，你若真正要拄上，一命换一命，我用我这条命去抵你妈妈那条命。你用你的命抵我妈妈的命，你计是你命值偌济钱啊？